呢度系8.60世紀2021年出行创新科技巡回展嘅最后一站，我哋喺美利酒店。今日有啲咩睇？当然唔少得万众瞩目嘅 Project EVO 超级跑车啦。仲有另一个焦点就系佢哋第一部日常电动跑车 Efficient S 啊。其实之前860的车都是要上千万，而这一部七位数就有机会可以买到。今天还有什么玩？今天还有模拟驾驶游戏可以给你试试体验上一代超跑 IE 的感受。CEO 宋建文先生接受我哋少少问题嘅采访嘅。Hello， 宋生。Hello。其实咧，我想问一下咧， Apollo Evo 嘅概念系乜嘢咧？所谓 Evo 咧，其实系 evolution， 就系话进化。咁其实主要嘅概念系 based on 我哋历世纪公司收购咗 Apollo 之后嘅一个大嘅改变，再唔系依个小品牌去推出，希望喺依个大集团嘅形式放入更多嘅资源、人力、物力，令到呢架车比起以前Apollo 所有推出的都更加勝一籌。咁有啲咩特別之處咧？即係因為我哋係諗住明年響歐洲正式推出發售咧，所以其實我哋有好多裡面嘅性能啊、高科技嘢都係啲高度秘密嚟嘅，暫時我哋都唔好方便係啦。透露到嘅有啲乜嘢咧？可以透露到啊！你夠膽坐，夠膽坐上去，我哋好 free。夠膽喺歐洲走一轉係嚇死你嘅，一定係，因為性能上咧絕對係過曬嗰啲乜鬼法拉利啊，係嗰啲係林寶啊嚇。閃會燈添啊！真係另外一個層次啊，係。Efficient S 係行緊乜嘢市場定位？因為我見以往咧，你哋嘅車都係要上千萬嘅，而呢一架我聽講好似係比較容易接觸到嘅價錢。我哋做咗好多市場上嘅研究啊，電動車個價格係絕對冇可能同傳統引擎汽車比嘅。我哋將電動車以後定位大概100萬人民幣左右啦，都係高端車咯，就同我哋嘅超跑系列唔同啦，即係喐啲又千幾二千。咁所以係兩個好唔同嘅定位嚟。我見你咧將個定價咧放喺人民幣上面，其實你哋會唔會主要個市場係放喺內地？第一批車一定會嘅，因為我哋係同上海市政府合作50/50，喂，人哋出得錢。做得你 Sugar Daddy， 咁我梗係要大佬做下嘢俾你睇下，係啦。如果第二啲地方有興趣，即刻 ship 過去啦，大佬。咁 Efficient S 其實你覺得佢會比其他現有嘅電動跑車有啲咩特別之處，或者佢更優勝嘅科技咧？哦，絕對有㗎。其實如果你哋有時間影 Quick Powertrain， 我哋都打算用翻曬我哋自己內部研發嘅技術，碳化硅雙逆變器所做出嚟嘅 Powertrain 咧。咁你基本上就係話第一。我沒有一個熱力的問題，我不需要一個很大的冷卻器，那車輕了。第二就是因為用了800伏特，充電是快很多的，即是我們說可能10分鐘你已經是 80%， 是已經是未來一代的電動車系列了。你對你們公司未來有什麼特別展望或者方向？展望方向，我只希望香港的投資者、世界的投資者開始留意到，哇，其實860啊、歷世紀啊，真是一間是有實力、有研發、有技術，而不是都有講字。因為投資者或者觀眾一路 follow 我們的時候，由過去幾年我們所講的東西全部都實現了，現在已經成功轉型了。到明年大家看到看回一些 number 啊、業績啊，就會發覺哇，是喎，越來越爆發得勁喎，係咯。我覺得有些觀眾都有興趣知道，你哋啲 supercar 啦，係好限量、好限量嘅。之前 IE 係好似得10部，即係唔止10個人咁少啦。咁有啲咩條件係令到你哋會賣俾佢咧？第一，佢哋一定要係愛車之人啦，係咯，唔係話我嚟炒咯。其實有好多喺歐美嘅、中東嘅都係啲收藏家啦，一個人已經有200-300架喺度，係啊，嗰啲係我哋絕對首選嚟嘅，係啦。咁點樣先可以買到啲架？途徑好簡單嘅啫，係啦。咁其實都可以電郵我哋啊，揾我哋啊。話如果有興趣，咁我哋已經可以幫你留定個名額，睇下有幾多倍 over subscribe 嘅時候，我哋咪揀下咯。係啊。我諗我哋嘅台嘅觀眾最想知道，你覺得你哋嘅股價展望係咪嗰個信心都仲係非常有嘅？其實我哋而家 service 緊嘅客户係。Audi Volkswagen Group 大佬咁嘅客，你仲要考慮懷疑我嘅技術嘅時候，係有實力嘅公司嚟嘅。冇錯，到我開始喺國內 launch 呢個電動車嘅時候，咪更加大家都明白我哋嘅技術層面上咯。如果有興趣嘅觀眾，
可以 email Apollo 去買呢架車，冇錯，睇下佢抽唔抽得中你。係啦，咁多謝宋先生嘅訪問啦，多謝各位，多謝各位，下次有機會再傾下，多謝各位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